我刚刚花了一张在一手游上搞了一个十本号，那可能有的人就会问了，十本有啥用，值吗？哎，其实这不是一般的十本号，要不是最近部落号贬得厉害还拿不到呢。这是一个宝宝号，现在呢宝宝号其实已经非常的稀少了，就是你们现在看到这种建筑非常少的号，比如我这个十本全部防御就只有一个加农炮，这种号呢六七年前就已经绝版了，不知道你们现在还能见到多少呢。而且这个号是只有女王没有野蛮人的，更是绝版中的绝版，像这种东西估计现在只能在一手游上才能找到了。对了，这个石本还有一个特殊点，就是这里是没有邮件的，你们知道是为什么吗？